妈的，炸我！操你的！来，继续炸！操你妈的！我看你还有多少雷？来，跑多！操你妈，傻逼！妈的，差点给我搞死！道具他妈的还挺多的，各种雷。694伤害，复盘。机器人，这好像也是个机器人。这俩都是机器人来送的。他子弹都不换，这到底是机器人吗？我当时想捡这个包，但看你离得有点远，我想算了。结果这个逼他妈开车去拿了，是个 MK14。之前有一阵子这边打得很激烈啊，南边。各种死人，反正。啊，就这个时候，这是台机器人。这俩该不会都是机器人吧？反正那个操作真的下饭。哇，这个空投没人抢，我也觉得很那个什么。全老硬币，都没人抢。哇，这个老硬币可以。他怎么杀的人？我操！他搁这爬呢。我估计捏了个炸弹，看有没有过来拿空投。
这个人就被我干死，他还在找那个人在哪儿。结果他也被我看见了。这个人他妈怎么过河的？我看到他了。其实我一直担心屁股后面来人。然后我原本想他过河再打，结果这人先开枪了，那我只能打两枪了。我怕我再不打没机会了。结果算我的人头。哇，这个逼贼阴。他没有搞我，他选择了进房区。哇，这个逼死活就是不死啊，这人跑。这 QBU 伤害真他妈低。贼他妈恶心！好像打锅上了一枪。哇，这也是个傻逼！我当时就没管他，我先跑毒了。结果我刚想上山坡，我听到声音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听到我，就不敢动了。结果这个逼。他可能怕这边没有掩体，然后他妈往这边跑，他看到人了应该，看到这个人了，然后我就开心了，我原本想搞这个人，结果又来了一个人，所以让他们俩先打，还扔了个火给他。他大概知道这个石头后面有一个人，这边他没看到我。操，我一直趴着，然后我没找到。他找我。这个我其实没看懂，他为什么不打我？看到我了呀，打呀！啊，刚想切枪，这傻逼！我在找这个人呢，结果他就跑那边去了。我看到他了，我就没管他，让他们先打，我就先进圈。他不是最后跟我对战那个人吧？草命还挺大。哼，操！还真是他最后能打，这哥们也很惨，这哥们搁那瞄呢，然后被我偷了，他本来可以干死他们，他没看到我，还以为没人搞他。行了，这人最后还是被我搞死的。我感觉
还是被他打了两枪，打了一枪。哇操！这个逼最后贼他妈烦，他雷贼他妈多，还有闪，我操！我都看到他了，他怎么不打大包啊？他不是打绷带？他也不敢进圈，他知道我的位置了，他看到我了，扔了个诱饵弹，还顺爆雷，杀到。这个炸到我了，我往旁边侧了一下，我这个我炸他，刚才没崩早了，哇，这个雷扔的好，这个雷差点搞死我，哇，这个就在我后面爆炸，去他妈，我好像刚打上血，刚才那个雷要再中，我就真挂了。这个我只能认了，对，就这个雷。哇，贼险！操，往哪儿炸的？还好扔后了，要不然我就挂了。那扔雷的时候往哪儿扔啊？那有一个雷正好炸我旁边，反正。这个我捏晚了，应该扔早扔半点。这个雷，操，怎么这么爆炸？第二雷后面了一点，要不然我就死了。啊，他也没药了，他只有雷，还搁那顺爆雷呢。哎，没想到我会躲，哎。啊，他也没药了，贼惨，就一个闪。哎，被我扔个火，不敢去左边，哎，只敢去右边，吃了口毒。哎呦，他有大包啊！打锅上了，操！哼，机瞄，腰射个人。我这个时候才打他的，我换子弹了，操！我换单倍镜，我看到他了，我打他，操！被这个石头挡住了，让我吃毒。哇，我差点死，很悬，我三甲救了他，他也是。那就看谁的枪硬了呗。一枪没打到，操！还有腰射呢，有鞭尸。这下贼烦，我贼慌。Nice try，扭屁股有意思。这个扭屁股证明原来是这个样子的，哎呀，笑了。行吧，我把这个上传一下，给大家做参考。